国艺术的迄个观点来咧经营这个社区。哦，啊，当然伫这边，并且安装这边遮，哦，咱陈生前理事长，伊嘛是无同款，伊会当哦，另外一个讲含别类无同款，即就是讲一个地方一个社区内底特色。伊任何一项哦，人讲就是讲啊，即较无路用旧的物件，伊地当，伊拢会当。变出一项讲啊，大家当在遮观赏，吼、嗯、啊，先说大家遮行，伊最主要就是讲较早一个旧的物件来遮，会当予大家引起吼、哦、过去，无定是囡仔时代啦，无定早期人的生活方式，而且拢家己看得到，拢发现得到、嗯，啊，所以这是吼、哦、当然用不同款的手法，吼、哦，诶，一个特色，啊，我嘛感觉讲因的成功就是讲因找出因家己本身的特色，吼、哦，会当吸引人来个遮，诶，这个特色出来。所以他们就是慢慢走，有走出这条路来这样子。是是。对，因为近期那是讲较大量的人潮，因为我们最近会发现说，像以前我们新港就是以宗教文化为主，哦，咱一个妈祖庙为中心，那就是咱嘉尾乡妈祖的时候，有很多那个观光客会进来。对。那我们目前发现说，这两个协会它兴起之后，它变成咱新港用一个新兴的观光据点嘛。哎。嘿，阿舅妈，六日的迄、那个。观光人潮过来，就连续假期起来。我今嘛连续假期的观光客居然破那个，比那个农历过年还多。哦，对对对。嘿，还多，对，居然还多。那乡长这方面是不是觉得说啊，我那因为那小过节的发展，啊，过来咱好行港又带来人潮跟钱潮嘛，是不是有值得说台湾赞许的，是讲建议的所在？啊，当然，师兄吼，听你讲说，看你讲啊，这两个社区这样发展啊，我是。嘛是真欢喜啦，当然，其实这是一个咱社区成功的模式啦，吼。啊，那伊，我所有的成功，我嘛希望讲啊，别的社区嘛会当来遮学习，别的社区嘛会当想出应该一套的这个特色出来，找出每一个砖头，吼，每一个社区拢想出因家己的这个特色，吼，啊，都大家会当变成一个伫咱成功，吼，啊，搁再。较宽，搁再较大片，会当予大家来观赏吼。无定咱这两个是有通看，啊无定去到遐换来别个社区，会去找出一个讲啊来遮，会感觉讲人真轻松、真爽快吼安尼。而且、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卖讲啊，大家社区拢总是共款安尼。啊，比如讲看这个社区，就知影迄个社区啊，啊这个无感觉啥对啊。所以其实就是讲我讲期待啦吼，像讲虽然你看板头窑含。丁菜园两个接近啦，但是两个是完全无同款的，不同风格的社区。是，嘿，袂讲行入来到遮，啊，就感觉讲这边是，哦，这都知影迄边啊，呢，啊，变讲是原在这边行来过一边，吼，啊，所以这虽然是连两个接近，但是吼，会当变出各自不同的特色出来，吼，啊，我嘛希望讲啊，咱别个社区因会当去找出因的特色，哦，爱当当然透过。公部门也好，透过因家己的力量也好，吼、哦，爱当大家来做一届去听，从咱整个新港吼，会上好就讲啊，每一串拢同款，就再予大家安尼会当去行行看看咧。有通交流，就是说，其实我们以前有个目标，就是说能把观光客让他在这边逗留，因为他在跟他进行可以客人来拜拜。他就离开了。嘿，电工部堂阿弟在安家生起来半个钟，还是讲一天这样。是啊，但是我们现在人潮有过来了嘛？哈，比如说人潮过来，不管是说进香客也好，还是这边的观光客也好，那其实我们发现一个问题，就讲啊，今嘛人有来啊，但是咱周边的环境很交通的问题，吼，拢有块大怕感。哦，譬如讲咱过年的时阵，可能我们这边是进香的圣地嘛，啊，甲北港遐是人格，整个人格起来。那就是周边的交通方面，咱这边刚好讲啊，因为这个故事已经起来了，哎，讲说这边刚好给咱设法讲吼，有一个改善的方法。虽上吼，这是一个变讲，我时常咧想啦，一个社区发展了紧啦，你看啊，做石板头也好啦，顶个啥，无几单内底吼，主要从这个人潮怎带动，哎，啊，整个社会诶，这个变讲咱地方建设啊，对袂到这一种诶。但是，以我感觉啊，吼，尤其我最近啊，做为中正那边吼，一直咧，我像干啦，即今年医生我咧编一条迄个规划费，想要来讲为中正那边吼，可以当为优惠后生，优惠咱这方面遮吼，爱当来换一。
有一条外宽道路。哦，是。嘿，是。啊，像这吼，就免讲像讲你进头前一条要过北港，啊，拍夹，嘿，啊，拍夹吼，啊，对，啊，不再增来，咱本来这增不太大增，从增来路拢较细条，吼，啊，就是安尼变讲有一寡这问题啦，吼，啊，当然像即马啊，做含管政府，咱嘛咧打一寡看这是毋是会当来设一个停车场。哦，啊，这嘿，啊，就算种种一寡有在改善的吼，啊，尽量来做就会改善。嗯，因为真的是两三年，突然观光客变得很多啦，啊，人家游客来搞咱网络行销嘛是真多，是啊，讲咱做一个全面性的连接啦。哎哎，啊，所以咱嘛希望说，讲咱公社啊，是公家机关站在辅导协助的立场吼。也当作会为咱这个观光业吼来拍平，哎呀，维持这个盛况啊嘞。是，这是公所嘛，公部门本来就应该做工作啊。是，江长，因为咱最近吼，真卡说部分存在问题，其实都是老人行新住民嘛。哎哎。咱是咪咱新港社区这地吼，都已经有诶做一寡某部分的新住民，有甲咱介绍一下嘞。有啊，随上吼，伫咱新港是。白白这增加所在，新港较幸运，就是讲，咱新港有几个社区，也是讲民间团体，拢有迄个自主性的做一寡遮。哦，你像讲啊，咱今仔伫这林彩云庄遮吼，伊就会去做一寡遐个外配吼、哦，外籍新娘来个遮的一寡遮教育的工课吼，啊，对一寡老人的关怀，因会当啊主动来一寡社区内底的老人集中来遮，吼，因伫遮耍，伫遮过啊足快乐的吼。啊，随着新港看到会当看真济啦，即包括讲哦，像讲咱妇人吼，诶，即送诶，迄个独居老人的送餐啦吼，啊，种种社团吼，拢会对即方面吼，拢会主动提出一寡关心啦吼，啊，一寡公部门做袂到、做袂到的吼，力量无够的，咱伫咧新港拢会当看到一寡社团来尽量，所以伫新港吼，我感觉讲是一个哦，除了讲啊，咱伫环境伫咧拼。哦，啊！伫咱社社区总体伊伫咧认真之外吼，啊嘛拢真侪社团、真侪所有诶民间团体，大家来做一寡即个社会安定诶工作吼、哦。啊，一寡咱啊做社会福利，公部门做袂到诶吼，啊，加在一寡即个民间团体来咧斗做吼，啊，互咱新港嘛也阁算不止安定。是，啊，咱知影由咱乡长讲诶吼，咱即马知影咱社区环境拢一直有在做。吼、哦，啊，你嘛拢真重视这两年乡长以来，拢一直甲咱关心，一直咧持续的，对啊，是啊，所以咱社区方面嘛，自主性的做袂少社区关怀物件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即马整个产业呢，咱乡长有讲啊，伊阁要建设一个网站，吼、哦，顶超过半年之内，我甲咱统合，所以也是有助于我们农民社区的一些收益啊，啊，经济基础，哦，啊，咱即马观光客足侪，交通方面呢，哦，咱乡长话讲。有一个计划吼，要甲咱交通甲改善起来，予咱遮有较来游客对咱留下足深刻的印象，真好的印象吼，观光客会愈来愈侪，浅草也越来越多。啊，咱今仔日非常多谢乡长吼来上咱的节目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啊，谢谢。